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啊，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啊。好，我先把录屏开一下。啊，可能还有一些同学没进来，那我们不等啊，先开始啊，因为今天东西其实也有点多啊。然后我们今天这节课上次跟大家预告过了，就会有一点点实操内容了啊。那么，本讲的上半部分呢，其实是一个这个集群的规划啊。然后呢，下半部分我们来做一下，在这个集群部署之前的这个主机环境准备啊。当然了，今天的主机环境准备我也给大家预告过，我们会用阿里云啊来进行集群的部署啊。所以呢，我们主要是，把阿里云的这个租用啊做完，然后呢，在上面啊必要的这个啊基本的准备步骤准备完啊就可以了。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下节课的上课之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需要大家准备的啊，那我待会儿会列给大家，大家去啊准备好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先开始讲这个集群规划吧啊。这个集群规划呢，我准备分为三部分讲。第一部分呢是，这个大数据集群的规模规划啊，那这个规划呢，就是侧重于规模这个问题，也就直白的说，我们一个集群啊，需要准备多少个节点的服务器啊，是来分析和论证这个事情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生产环境的部署规划，那也就是你如果啊，第一部分的事情完成了，准备了那么多的服务器，那么你要部署一个 CDH，或者说部署一个啊任何版本的 Hadoop 的话，你怎么来分配这些物理机的使用啊？哪些物理机放什么东西啊？怎么来做这个规划？第三部分呢是比较短啊，就来介绍一下我们接下去做这门课的后续的实验。的这个小集群，也就是大家自己部署的这个测试集群啊，它的这个部署的规划。那么，刚刚进来的同学也注意一下啊，就是，我这节课提供给大家的这份材料呢，啊，大家在自己的生产中啊，包括今后的工作中都可以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网上去啊，或者这个传给别人啊，因为。我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在网上啊你是搜不到的啊，找不到的啊，基本上呢都是，这10年来啊这个一手工作的这个一个总结啊，所以在网上是没有类似的东西的啊，你自己用是可以啊，但是你就不要提供给别的人啊。那么你如果去某些地方面试，那你也可以吹一下啊，说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总结的啊，也没有问题。哦，小马哥不会问你要这个版权费，但是呢，你啊尽量不要泄露到网上去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个啊，我们来讲这个，首先第一部分就规模规划啊，规模规划这个事情的目的呢是规划集群的存储容量及集群啊，所谓集群也就是服务器资源的这个规模啊，说白了就是我们为了做这个事情，我们大概要配多少台的这个服务器。那么，我们说啊，在一个 Hadoop 集群中，或者你一个这个任何的这种并行计算的集群中，所涉及到的集群资源呢，都有以下这几类啊。首先，最重要当然是这个磁盘的这个存储容量。首先，这个大数据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来做数据填埋场的，那么你这个数据首先得存得下。第二呢，是 CPU 总的核数啊，但是呢，我这边打了个括号，线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 CPU 啊，其实都是这个超线程的 CPU 啊，它一个核通常都会对应着2个线程啊，所以我们在不严格的时候，我们会把核数和线程数等同起来说。那么其实严格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比如说我的这台Mac 笔记本的电脑是4核8线程的啊，比如说我会这样说。那么可能一个服务器啊，它的 CPU，比如说单颗 CPU 是16核32线程，那么你在这台服务器上装了2颗 CPU 的话，总计就应该是32核64线程，对吧？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写一些汇报材料啊，包括这个集群规划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把
这个总和数和总的线程数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要注意区分啊。通常我们在做这种集群规划的时候，说到和，比如说啊，我租了几核几 G 的这个内存的一台阿里云服务器，这时候的和其实我们指的是线程啊，指的是线程，并不是真正的物理和，这个呢大家要清楚啊。然后呢，有这个物理内存的总量，那这个当然也非常关键。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指标呢，是单机的这个网络带宽以及汇聚层的总的网络带宽，这个其实也很容易成为一个集群部署的这个瓶颈。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哈杜不光能用来做这个离线的计算，还能做很多 AI 的事情。那么很多像 AI，像 Spark、MLLib 这样的库啊。以及像 TensorFlow 这样的这个框架，也都支持用 GPU 来做加速。那么，如果你的集群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配资源啊，如 GPU 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说这个规模规划啊，规模规划这个事情，它的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根据你啊企业的这个计算需求，或者说你这个大数据平台建设的目的，为这个集群去配置合理的硬件规模。既不要多配，也不要少配啊！当然，我们可能会为了某些这个啊可以预料的业务发展的这个业务扩张的规模啊，去给集群预先的预留一部分资源，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要多配啊，因为我你比如说超配20%，那可能没有问题；那你超配50%，甚至100%就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硬件的这个降价速度啊，还是比较快的啊，还是比较快的。可能你几年前一个节点配128G 内存已经很大了啊，但是现在其实512G 的内存啊，很可能都成为你节点的标配啊。这个降价速度非常快，所以你可能晚一年去啊买这个服务器啊，都会节约很多钱啊。所以尽量呢，你在一次配置的过程中呢，就做到精确这个比较精确的计算它，那么集群规模取决于数据量啊及计算复杂度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其实我们都是要考虑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量应该来说是比较容易估算精确的啊，但是计算复杂度就比较难说的。那么我们最终规划出来一个值，就是说我需要多少台服务器的这个值呢？是以下每一种估算方式得到的最小集群规模的一个最大值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用各种估算手段啊，比如说我用容量估算出一个我最少需要多少个节点，然后用这个计算复杂度估算出我最少需要多少个节点，然后在这两者之间取大啊，得到最后的我需要多少个节点的这个数值。那么容量需求呢？刚才我说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估得准啊，而且很多公司它为了偷懒，或者说它在建立大数据集群之前啊，没有用过这个大数据相关的技术，对这个计算复杂度这种东西也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那这时候它没有办法，只能按照容量去估啊。那么我们认为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那么计算需求呢，相对来说就估算就很困难，因为这个事情啊，没有统一的模型或者说统一的公式给大家来套数值进去算啊，你真的要套的话，变量也会比较多。那么如果你要估的比较准确的话呢，只能通过小规模的，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旧的集群啊，或者说你在云上租一个集群，像我们这种方式啊，实验的方式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取你任务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数据量的比如说抽样10%啊，把相应的任务拿到你这样的测试集群上去跑，然后呢，根据这个比例来进行放大啊。当然了，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这个放大并不是说你10%的数据，你真的那个到生产环境就一定是乘以10倍就够了啊，这还取决于我们的计算任务中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并行的啊，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讨论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其他资源限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这个集群还要干机器学习的事情，那么就可能会有CPU、GPU 特别是 GPU 这样的配置，你在某些节点上可能会放几个 GPU。然后呢，还有磁盘 I/O 可能会成为一个瓶颈啊，那么你可能会倾向于配置比较多的磁盘数啊，这样的情况。
于是呢，就可能导致啊部分啊的这个配置的话，你单个节点的资源需求呢是有下限的。另外呢，可能存在机器异构啊配置异构的情况，就是说我有的节点配 GPU，有的节点不配啊，或者呢我有的节点是用 SSD 的啊，有的节点呢是用普通的 SAS 盘的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这个资源方面的限制呢，你也要在这个规划中来讲清楚啊。啊，另外想法和这边插一句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工作中，不一定是集群规划啊，就是说，不论是做一件事情啊，还是做一个程序，那大家用来做规划的时间通常占多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那么以我的经验啊，就光以一个企业来建大数据平台这么一个事情为例的话，啊，小马哥的总结的经验呢是。这个规划这个事情啊，规划这个事情，也就是我们这上半节课讨论的事情呢，可能在总的工作量中要占到大概至少50%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啊，那么剩下的30%-40%的时间是做啊这个集群部署好以后的一些，例如性能测试啊，然后呢这个首先当然是发烟测试啊，你这个集群看看能不能跑起来，那然后呢是做性能测试，然后呢来。调整参数啊，这个可能会占到30%-40%的时间。那真正来做这个集群的部署这件事情的时间呢，可能只占了不到10%啊，只占了不到10%啊。所以大家呢也今后的工作中啊，也是要把这个规划这个事情啊，要多花一些力气去做，而不要这个上手啊，直接就来部署啊。最后呢，我给。大家这个今天和下一次的课讲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部署 Hadoop 一个集群是非常容易的，那非常容易。如果你真的非常熟练的话，可能，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可以很顺利的搞定这个事情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不应该投太多的精力在部署上面去，而应该把这个规划的事情先做好啊。这边我是插一句。那么我们接下去的规模规划呢，会做一些假设啊，这个假设呢是。考虑到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啊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器来做的一些假设，首先呢，我们是会假设集群所有的计算节点都使用相同的 CPU 内存磁盘的规格，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集群所有的计算节点是同构的，也就是不会出现有的计算节点可能性能差一些，有的计算节点性能好一些啊，不会出现这个事情。那么相对来说呢，你一个 Hadoop 集群要部署成异构的，也就是你计算节点这个容量不一样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在管理上呢会有一定的难度啊，你有一些配置是需要去调整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目前啊还不涉及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建议呢，小马哥自己建议啊，就是说你一次性的采购的时候呢，就是啊。都去买同一个厂家的同型号的这个服务器作为计算节点。如果你今年采购了一批，明年要去扩容呢，啊，也尽量的采购同型号的服务器。当然有可能就是说你到明年采购的时候，啊，同型号的服务器啊没有了啊，这个厂家不生产了啊，或者说呢，他现在这个服务器已经某些指标上做了升级啊，这个非常常见，因为小马哥每年啊甚至每半年都要做这个采购的规划，这个事情非常常见。那么也倾向于呢，你仍旧选择同品牌的这个尽量同型号的服务器啊，这样来说呢，管理上是比较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啊，发生诡异问题的这个概率呢也会小一些啊。第二呢，是我们假设当前最经济的配置是单节点 CPU 是56到64核啊，这个用的配置呢一般是。两路，也就是2颗28或者32核的 CPU 啊，当然我这边说的核其实就是前面预告过了啊，这其实是指线程啊，精确的来讲应该是指线程，并且呢，我们忽略不同主频架构的 CPU 在单核性能上的差距啊，比如说现在英特尔它有什么金牌、银牌、铜牌啊，还有最好的有白金啊等等，它这个。至强的 CPU 啊，分为很多的档次啊。那么以前的至强 CPU 呢，是分什么1513还是什么的啊？也分很多档啊。那这个不应该来说啊，不同的这个档次的 CPU 啊，它即使核数是一样的，
它单个核的性能呢，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那么我们在这边估算的时候呢，暂时去忽略这个单核性能上的差距啊，只去计算它的核数啊，核数。然后呢，我们认为硬盘比较经济的呢是 48T 啊，单个节点挂 48T 硬盘，或者说呢是 4T 一块的硬盘挂12块。那么随着这个硬件的发展呢，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最具有性价比的 CPU 啊，磁盘的型号呢就是那确定的，可能就选择范围不是很大，几个型号。那么你可以事先咨询一下供应商啊。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有比 4T 远大的，比如说 8T 啊，甚至更大的单块的盘也有啊。但是为什么不推荐大家选择这样的盘呢？我待会儿也会给大家说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估算这个容量需求的估算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当然我这边呢会举一个这个假想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场景啊，你实际上用的时候呢，可以以自己公司的情况去往里面套啊就可以了。那么第一个呢是要考虑的因素呢是这个数据副本数，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HDFS 啊，默认是使用三副本。如果你使用三点差以后的这个 Hadoop 啊，包括我们后面演示用 CDH 六点差的话，它其实核心是3.0以后的。那么也可以利用这个鸠山码的特性，副本数呢最低可以降低到1.4啊，或者说这个应该叫数据这个膨胀率啊，最低能降到1.4倍左右。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估算的时候呢，暂时不考虑鸠山码特性，因为上一节课我也给大家明确过了啊，使用鸠山码特性呢是有很大的 CPU 开销的啊，会导致你这个CPU 啊负载就会高上去。另外呢，它推荐呢只用来存储非常冷的冷数据。啊，绝大多数目录不推荐用这个鸠山码特性啊，所以我们默认还是使用三副本机制。接下去压缩算法可能有 Snappy 和 Gzip，那么这样的压缩算法，压缩率能达到多少？或者说这个压完以后的大小和压之前大小的比例大约是多少呢？一般来说啊，按经验来估算的话，如果你对日志型的数据去做这个压缩的话，一般来说呢，压缩后的空间大小大概是压缩前的20%到40%啊，这个量级啊，这个量级。数据膨胀率啊，比如说这个数据存储在 HBase 中啊，HBase 最后会持久化到 HDFS 上，对吧？那么像列数以及呢柔 key 长度等因素啊，实际上都会影响这个膨胀率啊，甚至像这个列族名的长度啊，都会影响你这个数据的膨胀率。因为像列名和列族名在每一行啊，每一个 这个 HBase 的单元存储的时候，都会重复的存储一遍啊。所以我们在介绍 HBase 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列族名呢，你取的越短越好啊，最好呢就是一个字母啊，比如说。大家通常都会喜欢用 F 啊，这一个字母作为列族名，列名也取的这个尽可能的短啊。柔 key 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数据的膨胀率，也取的尽量的短一些。那么单个 column 的存储通常的膨胀率是在15%以内的啊，就是说你这些其实看起来是没用的这些数据和数据的比啊，大约是超过15%左右。那么还有一些附加的数据存储空间，比如说原数据啊，用来缓存的数据等。通常呢，我们认为这一部分的这个额外的存储大概占20%以内。还有呢，我们需要预留临时的存储空间啊，因为我们知道像 MapReduce 啊以及 Spark 啊这样的计算型框架在计算的时候呢，它都有一个 shuffle 的过程啊。那么 shuffle 我们说啊，它这个中间的数据啊，是首先要像 MapReduce 的 shuffle 啊，它是要首先写到本地盘的，对吧？那你这个本地盘你就不能，肯定就不能用满，对吧？必须预留一部分的空间供 MapReduce 来使用啊。当然了，这个取决于你这个集群中这个任务的复杂程度啊。如果你的任务都比较简单啊，没有很多的像这种 group by 啊、开窗啊等等，那可能呢就是shuffle 的这个量不多啊，那可能呢，预留的临时空间可以少一些。通常呢，我们都会准备20%到30%的这个空间呢，作为这个临时空间。另外呢，还根据你企业的这个业务规模的增长情况啊，来看看，因为我们说不太有企业说啊，打赌自己不会发展的啊，通常呢都会考虑一个这个业务的这个增长率啊。这个呢就取决于你们自己了啊。比如说设一个年均增长率为20%，那这个呢其实，
相对来说比较虚啊，因为你这个业务增长20%，不代表你这个数据量一定增长20%啊。有的公司呢，可能这个业务没什么增长啊，但是它可能采集到的数据越来越多啊，或者说这个业务本身越来越复杂啊，那它的数据量呢还是会啊，即使你业务营收啊这种指标没有什么大增长啊，但是数据量还是会膨胀的比较快啊，这种事情我也经常见到啊，所以这个也要。根据你企业的实际情况啊，来做一定的估算啊。那么这边呢，就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其实呢是，从某一个真实的案例转化过来的啊。我把里面的一些数值呢做了修改啊，做了修改。但是这个案例是真实存在的啊。比如说某个大型企业它的日志分析平台，要想用 Hadoop 来做，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节点数怎么来估算啊？那么首先明确呢，这个 Hadoop 集群啊，需要保留3个月的原始的日志记录。然后原始日志记录呢，我们知道啊，一般来说这个原始的数据，我们从外部啊，或者 Web 服务器上啊，或者说以某种打点的方式打进来之后呢，啊，我们都会对它来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最底层的数据呢，我们有可能啊叫它。ODS 层啊，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数据仓库的分层啊？最底层呢，我们有可能叫 ODS 层，有的公司呢也叫 SRC 啊，就是 source 这个层面啊。那么在这个 ODS 层最底层的清单数据之上呢，我们有可能会有 DW 层啊，这个就是 data warehouse 啊，数据仓库这一层。这层的数据呢，就是 ODS 层的一个这个粗力度的一个比较粗力度的一个汇总啊。啊，包括还会做一些清洗啊，这些事情啊，然后在 DW 层之上呢，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有可能会有 DM 层啊，这个 DM 呢是指data market 啊，data market 数据集市啊，数据集市，或者有的公司呢会叫 RPT 层啊，RPT 就是 report 就是报表层啊，那么有的公司呢有可能会叫 APP 层啊，它为某些应用去提供数据支撑啊，它基本上呢都是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同一个意思。所以数据仓库呢，我们一般会用这种分层的模型来建啊。那么我们这边说的原始日志采集过来呢，应该是在 ODS 或者 SRC 这个层面的啊。这个层面的数据呢，我们假设啊，我们用 Snappy 这种压缩算法去把它压掉，就是每天这个数据用完以后，我们就把它压缩掉啊，压缩掉。那么像汇聚层，刚才我介绍过的比较高第二层、第三层的数据呢？我们认为它的数据量是原始数据量的1/4，而且呢是永久保留不压缩，因为像这种数据，我们可能就是很可能就是 Hive 表中的数据啊，那么我们会频繁的来查询到，那么显然呢，这个压缩的话，这个是不划算的啊，因为会造成你读取出来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解压的 CPU 开销，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不压缩的，而且呢。也会全量的保存啊，因为这个都是企业的比较重要的数据资产啊。那么这边呢就来计算啊，原始日志，假设我们日的数据量是4 TB 啊，保留策略我们刚才说是保留3个月，那么你去乘一下呢，按90天来算的话呢，预计的数据存储的总量啊，就是原始的数据量就应该有360 T。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计算 HDFS 上面啊，它大概会存多少数据？那这个公式呢就是这样，首先 360 T 这个东西要乘以三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HDFS 的3副本啊。接下来呢会乘以0.3，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日志啊，用 Snappy 压缩啊。那么一般呢，我刚才说了，压缩率呢是20到40%，20%到40%之间，我们取中值啊来乘以个0.3，然后呢除以0.7，70%啊，这是非临时空间的比例啊。临时空间呢就比如说。啊，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 shuffle 啊用的数据啊，可能会占到30%，那么我们要除一个0.7，啊，最后呢，我们再除一个50%啊。那么为什么要除50%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磁盘利用率啊都不会说啊用得太高啊。比如说这个当像一个 CDH 集群啊，你。这个用来部署的话，你一般磁盘容量达到80%，它就已经开始告警了啊。那么，包括你这个磁盘，你 4TB 的磁盘啊，采购来以后，你格式化完，你会发现啊，根本就没有 4TB，可能是比如说3.6啊到3.7TB，大概这个
这个量中间啊，所以这种 CTB 也都是虚标的，所以这些零零总总的折算下来呢，就是说，推荐你除以个50%啊，或者你如果资源比较紧张的，你可以除以60%或者70%啊，都可以。那么我们以50%的磁盘利用率来估算呢，基本上这个算下来就需要这个926T 啊，926T，这个是 HDFS 的容量啊，926T。那么汇聚层呢，我们假设每天的数据量呢是 1T 啊，因为它是从 ODS 啊原始的日志来经过啊 ETL 啊，并且呢经过这个汇总得到一个数据，所以数据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那么它保留策略是全量的啊，我们不会删它，但是呢我们假设我们先存1年啊，也就是365天，那么我们估算下来呢正好也是360T 啊，那么我们算它的这个空间呢，人就是这样算，乘以3啊，乘以0.7啊，除以0.7，这里呢就不乘0.3的压缩比了啊，除以0.7，再除以50%，算下来呢是3086T 啊，这么大。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来算了啊，比如说这个企业决定采购12块啊，每台这个 data node 挂12块这个数据盘，每块呢是4TB。那么这样算下来，需要的服务器总台数呢，就是926加3086除以48啊，大家可以算出来，可能是约等于啊83点几台。那么我们就进到84台啊。那么这84台呢，我们算的是计算节点的台数，然后呢，你还需要配上啊适当的管理节点啊，比如说你这个Hive Server 对吧？这个Nimnode Resource Manager 啊，然后呢 HBase 的什么 HMaster 啊，还有像我们那种 Hue 这样的服务，你肯定得扔在管理节点上，要对外提供服务的，对吧？那这些东西你就不需要去挂这个4TB 这么大一块的裸的数据盘了啊。你可能呢有一些做一些 RAID 1或者 RAID 5的这个本地盘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边缘节点，所谓的边缘节点呢，比如说用来做 Flume 啊，用来做数据采集的啊，或者呢，你可能还会布一些卡夫卡啊。当然，卡夫卡我们这边暂时先不管它啊。那么总的服务器的数据量呢，可能就会在90到95台左右啊，取决于你其他的这些适配上去的管理节点、边缘节点啊，大概有多少啊？以这个容量来算，大概是90到95台啊。接下去呢，我们来看按照计算需求算啊，那计算需求算呢，就没有一个像前面一样有公式可以套了，但是呢有几个指标是可以参考的。第一个指标呢是map 任务啊，我们说 map reduce 里面的 map，以及呢像 spark job 里面的 map 啊这样的东西呢，它通常是可以线性扩展的。那么单个 map 使用的 CPU 内存以及 IO 资源可以成比例增加，一般呢可以获得相同倍数的性能提升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你一个任务，本来是，比如说你有100个 map，那么你用一台机器来执行啊，可能需要100秒；那么你用10台机器执行呢，可能是需要10秒啊。这个是可以线性的增长啊，或者说可以线性的来除的啊，可以线性扩展的，你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那么通常来说，reduce 任务呢，它是不能线性扩展，像 reduce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group by，以及呢像 count distinct 等等这样的circle 或者语句啊，以及呢数据偏斜可能造成这个系统瓶颈啊。那这种 count distinct 的这样的东西，它因为最后都会压到一个节点上来进行这个排重啊，所以说它其实是不可线性扩展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你如果这个 reduce 特别多，就需要通过对真实的负载来进行测试啊，才能够发现你有多少的多少的这个任务的比例是不能线性扩展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宽依赖 join 的线性扩展是受到网络带宽的限制的。那么什么叫宽 join 或者说宽依赖呢？那么我们可以以 Spark 这个两个 RDD 来做连接啊，这个场景来解释。那么比如说这两个 RDD 啊，它的分区数和分区的方式一致啊。比如说我都用，比如说我给大家稍微简单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两个 RDD 里面都有一个字段叫做 UID 啊，然后呢我都是以 UID 模10这种方式
来对它进行分区的，那显然呢会分成十个区啊，这十个区的名称呢分别是从零到九啊。那么如果我两个 RDD 的这种分区方式是一致的，并且分出来也都是十个区，那它们呢在连接的时候的依赖就是窄依赖。所以窄依赖呢就是说我连接的数据连接的两个分区的数据都位于同一个节点上因为它们的分区是一致，分区方式是一致的，所以都在同一个节点上，这样的依赖就叫做窄依赖。否则如果不满足这种条件，那么就是宽依赖啊。那么宽依赖如果存在的话呢，一定会造成 shuffle 一定会造成 shuffle。如果以单纯增加计算节点或者说增加分区的方式来试图加速宽依赖的这种连接的话呢，那么它的瓶颈就可能出现在网络 I/O 上，因为你这个分区打得越散的话你可以理解这个数据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会和这个连接，比如说第二个和这个连接，第三个和这个连接你打得越散，这样的在网络中间的这个数据传递就会越多，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在同一个节点上进行连接的，所以你以这种方式想来提高并行度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这个瓶颈出现在网络的 I/O 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做机器学习的话，机器学习任务的计算资源就更为复杂通常呢这个采用 CPU 加 GPU 工作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会发现会有这个异构的问题。那么在通常呢，你如果要做机器学习的话呢，只能说在小规模的集群下你把这个 GPU，比如说也配好，来测一下你的机器学习任务的速度，然后呢来做推算来乘以一个系数来推算你大概在真实的生产环境需要多少个节点，那只能这样做。那接下来对这个计算能力的估算呢，我们也举一个例子还是以这个某大型企业日志平台的这个容量估算为例，如果这个平台今后要上线的任务呢，绝大多数是像 Hive 以及 Spark 这样的数据仓库的任务我们做这个假设，而且呢这些任务已经开发好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使用大概十分之一的数据量对所有的任务来进行一次试跑。那么假设呢我们在任务在这个试跑任务的这个执行过程中去观察这些任务的不可并行部分，以及呢像数据偏斜这样的情况，它造成的影响不是很显著，并且呢这个网络 I/O 离负载上限很远就说明这个 shuffle 可能这个对网络 I/O 的这个影响不是特别的显著没有压到这个网络 I/O 的瓶颈，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简单的用合数来进行这个计算复杂度的估算。那么假设在这个估算的时候呢，我们用总计400核的这个资源就可以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因为我们是只用了这个十分之一的数据量来算的，那么呢基本上就可以以乘以10倍来进行外推，也就是说真正的线上环境我们认为用4000核就可以满足要求了。那么用4000核除以我们比如说单台配2路32核的服务器共64核的话，就可以算出大约需要以这种方式计算，大约需要63台服务器63台。那么结论呢，就是说我们刚才用数据的存储来估算是84台服务器，用计算方式来估算是63台服务器。那么我们说了，两者要取大就取84台作为你这个计算节点的需求就可以了，以这个配置去采购服务器然后再加上管理节点、边缘节点等等其他的节点就得到你整个集群的规模那么这边呢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思考一下的，就是说这个上述例子中间我们使单机配的是 4T 乘以12的这个盘，那么我刚才说了，其实现在你单块盘 8T 其实也有这样的盘买得到，而且它的价格呢是低于2块 4T 的价格的所以说单块 8T 盘的价格呢可能你去买这个盘的话，可能性价比还要高一些。那么如果按这个来算的话，来估算存储的话，就84K 除以二了，就只要42台了。那么与计算节点一起取小的话，只需要63台了，一下子就可以比84要节约大概四分之一的节点数了。如果你的领导问你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回答？你该怎么回答？那这个呢，
给大家留作思考题啊，待会儿大家有空在课间可以在讨论区里发一下啊，我来给大家解释啊，大概说的是对不对的啊，就是说我为什么不买8T 乘以12这样啊，每个节点多配一点磁盘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好，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生产环境的这个部署规划啊，就是这个呢，主要就牵扯到这个Hadoop 的这些进程或者说角色怎么来分配啊？那么 Hadoop 根据不同计算需求啊，通常我们是把它分为 I/O 密集型和 CPU 密集型啊两类的不同的计算需求。那么像 I/O 密集型呢，通常来说啊，有这个像数据的抽取啊，比如说像 Flume 啊，以及呢像 ETL 啊，像索引啊，比如说啊对。这个比如说你用 Kudu 啊，那么 Kudu 来做索引的时候啊，是比较吃 I/O 了。那么还有像分组的计算啊等等，这个是比较吃 I/O 的。那么像 CPU 密集型的计算任务呢，有像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等啊。那么不同的计算需求呢，适合于不同的硬件。那么每个企业的像预算啊、集群的规模以及现有硬件啊，比如说你这个领导会跟你说，我们有一批现有服务器啊，需要立旧。啊，你就可不可以这个少采购一些？那这种情况呢也不尽相同。那么以目前的真正啊，就是说你在私有机房来搭建 Hadoop 集群的这种方式为例呢，一般我们都是采购这个 PC 服务器，或者说叫 PC server 啊，作为一个集群的这个计算和管理节点的。那么通常来说呢，这个两路的 PC server 就是啊，可以放插两颗 CPU 啊这样的这个PC server 啊，它的大小呢，通常是2U 啊。那大家理解一下，这个 U 呢，大概可以理解为 unit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精准啊。这个2U 呢，是一个大小的，或者说机架的一个大小的单位啊。后面是有图的，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啊。2U 是机架的大小或者说厚度的单位。那么最小的服务器呢，当然是 EU 的啊，EU 的。那么标准机架呢是42U 啊，一般来说啊，我们在这个安装服务器的时候呢，还会留一些啊空余的空间用来散热啊等等，所以说单个机架啊一般是不会摆放超过14台的服务器的。那么机架内部我们称之为接入层，至少呢需要保证1000兆以太网的连接啊，推荐的是1兆。机架与机架之间我们称为汇聚层呢。至少要保证1兆的以太网连接啊，这样才会使你的这个 Hadoop 集群的性能比较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 PC server 啊，这个应该是一个2U 的一个单元嘛。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啊，应该是一个42U 的这个标准机柜。那它呢，其实这个东西啊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机房啊，像这样的东西呢，它是可以一个一个一个的往里插的啊，一个一个往里插的。那这个宽度啊，我给大家画一下啊，大概是。这一块宽度呢，大概就是2个 U 啊，2个 U。那这边呢，一共这么多是42个 U。所以呢，你如果是插满的话，能插21个啊，21个这玩意儿。但是呢，我们不会插满，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机架的一般机架上面或者下面呢，我们都会首先这个机架内部这个网络是要连通的，对吧？我们都会放一台这个机架上的交换机啊，叫柜顶的交换机，会放一个。然后呢，我们在放这样的 PC server 的时候啊，都会一般来说啊，都会放一个啊，然后呢中间空一格，然后再放一个，以这种方式去放啊，这样的话使它这个散热会好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放到21个啊，通常都会放到14个左右啊，是这个意思。那么 Hadoop 集群呢，也可以安装在这个虚拟机或者公有云上面啊，我们后面的演示呢，也都是用公有云来做的。小马哥自己之前直播给大家看的时候呢，是用这个虚拟机来做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生产上一般来说啊，你要么就是自建机房啊，要么就用公有云啊。那么在你公有云选择硬件的时候呢，也可以参照物理机啊搭建集群的这个配置，然后呢适当的考虑这个数据交换成本这样的因素。那么另外呢，从CDH7 啊，我们称之为 CDP 啊这个发行版啊。其实 CDP 呢就是指 CDH7 啊，它也是 Cloudera 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Hadoop 的发行版。从 CDP 开始呢，它是支持混合云的部署方式啊，比如说你的 data node 可以建在你的这个私有云的自己的机房中啊，那你的像Spark 或者 Flink 的计算的节点啊，
或者 Impala 的这个查询节点啊，这些东西呢，你可以放到公有云上去，然后来做弹性的伸缩啊。它提供了这种方式，就混合云的部署方式。但是呢，这个 CDP 啊，这个东西啊，目前呢，它只有这个付费的 license 啊，并且呢，这个你不买付费 license，它连下都不给你下啊。所以目前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这一次考虑了一下呢，没有给大家选 CDH7 的版本来进行演示啊。而且呢，我们也目前呢也不对这种技术来做推荐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啊，我们就不推了。那么按照节点在集群中的角色不同啊，我们会一般来说会把这个节点的种类也分为四类啊，分别叫管理节点、工具节点、边缘节点和这个工作节点。工作节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其实就是也可以叫计算节点，比如说这个 Data Node、Node Manager 啊，以及呢像 Impala D 啊这样的服务部署的节点，那就是工作节点。那么管理节点，我刚才也说了，一般像 Name Node 啊、Resource Manager 等等这些节点会放在上面。那么工具节点呢，是用于非 Hadoop 管理进程的其他一些进程所在的节点。那么就有时候呢，比如说集群资源比较紧张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工具节点和管理节点来进行合设啊，比如说像 Cloudera 的这个 CDH 的 CM 啊，以及呢像 Q 啊这种Web 的应用啊，我们是放在这个工具节点上的。那么还有一类节点呢，称之为边缘节点。边缘节点呢，通常啊，顾名思义，它位于集群的边缘啊，通常呢是用来做一些像数据采集啊、数据交换啊等等这样的工作的啊。它上面呢会放，例如像 Flume 啊、Streamsets 啊，然后呢像FTP 或者 SFTP 啊，以及呢像什么Web、HDFS 啊等等，放这样的啊服务，放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另外呢，还可能啊有一些这个 Hadoop 体系内的组件，像卡夫卡啊这样的这个数据，我们称之为数据，这个应该叫什么？数据流的组件啊，或者叫消息队列的组件啊，它这些节点呢，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边缘节点啊，或者说呢，你单独给它分配节点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前三类节点，就是管理工具和边缘这三类节点呢，推荐配置是这样的啊，至少要2路6核以上 CPU 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配置啊，主频呢至少要2G，那么64到512的内存，具体配多少内存呢，取决于你这个节点的负载多重啊。我们其实前面呢，在给大家介绍 Hadoop 组件的时候呢，提到过一些 Hadoop 哪些进程是比较吃内存，哪些不太吃啊。后面讲运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再来介绍一些啊，比如说像 Name Node 的话，你如果这个集群规模比较大，那么 Name Node 呢就会消耗掉比较多的内存，你可以适当的内存呢多配一些。另外的呢，还可以还需要再买4到8个 1TB 以上的 SAS 或者 SATA 硬盘啊。一般来说呢，不太需要 SSD 的硬盘啊，一般都是买 SAS 盘就可以了。一般呢，这个像操作系统的以及 ZK 的存储目录啊，像这些存储目录，以及像比如说卡夫卡的数据目录等等，这些目录呢都可以用裸盘啊，我们称之为 JBOD 啊，JBOD 的挂载方式。那个其实英文叫 Just Bunch of Disk 啊，也就是说这个不做 read 啊，你可以理解为不做 read 的裸挂的这种方式。那么像 name node 的 fs image 啊，这种比较重要的元数据的存储，以及呢数据库数据文件啊，比如说你这个集群要放一个MySQL 的元数据库的，那这种这个数据目录呢，你建议用 read 一啊，或者用 read 10啊这样的 read 的方式。那么如果是 read 5呢，相对来说可能安全性方面就要差一些啊，就要差一些。建议用一般来说 read 10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啊，它既能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性啊，又能吞吐量啊，又可以翻倍啊，当然代价呢就是磁盘你要多花1倍啊。那么对于工作节点或者说这个计算节点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 data node 啊，那么推荐配置呢是2路6核以上 CPU 啊，这也是非常低的啊，现在都不会买这么差的 CPU。如果是 CPU 密集型集群呢，至少要2路12核以上 CPU，然后内存呢是配64到512，具体呢取决于你部署的角色。如果你只跑这个 Hadoop 以及这个 MapReduce 的话呢，一般64或者128G 就够用了。如果你要部署一些像 Impala、Spark 啊、Flink 这样的内存计算的组件呢，
啊，而且呢，这个如果你是用混合部署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些节点啊，这些计算节点和HDFS 啊一样的这个 Node Manager 等等，就合设在同一个节点上的话啊，那你单个节点呢就至少要配256到512啊。那么像阿里云这样的这个云服务提供商呢，它也有这个自己的称呼，比如说像 CPU 密集型的机器呢。它的配比，CPU 比内存的配比一般是1:4，也就是说一个核对应4G 的内存啊。如果是 I/O 密集型或者说是内存计算型的啊，像如果是内存计算型的话，一般 CPU 比内存的配比呢，它会设为1:8啊，甚至1:16都有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集群的负载去估算一下。然后呢，数据盘呢，仍旧是推荐大家买 SAS 或 SATA 这样的这个。啊，机械硬盘不要买 SSD 啊，除非你有啊非常明确的这个热数据的快速存取的这个需求啊，比如说你这个Hadoop 啊，你 Hadoop 中的这个 HDFS 啊，这个啊不是 HDFS，你 Hadoop 中的 HBase，你的这个性能对它的要求特别高啊，那么你就可以给 HBase。啊，所在的那些 data node 放几块这个 SSD 盘，然后呢，把 HBase 的持久化的路径啊，指到那几块啊 SSD 盘上去啊，可以是这样的啊。那么通常情况下呢，都不需要啊有这么骚的操作啊。这个另外呢，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有这个柜顶交换机啊，通常呢啊使用。也就是接入层交换机啊，使用千兆或者万兆的啊，最好是万兆。那么机架之间核心交换机或者叫汇聚层交换机啊，至少也要是万兆的啊。于是呢，就能保证一机架的两个节点之间的这个传输带宽至少能够达到千兆。那么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足呢，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像网卡棒的啊。所谓网卡棒的，就是把两块网卡啊，你都接到交换机上去。这样呢，比如说。啊，单块网卡它提供的这个网络传输速率是1000兆，那么两块网卡做棒的呢，就能达到2000兆啊。以及呢，还有像交换机堆叠这样的啊部署策略啊，就是用比如说两个或者更多的交换机啊来做这个同时的这个数据传输，来进一步的提升带宽啊。当然呢，这个就比较费钱了啊。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这么搞。那么具体到这个品牌选择的话呢，小马哥啊，最近去搜了一下，比如说我去搜某电商网站啊，查找的这个某品牌的服务器，这颗配置啊，比如说它是用英特尔的至强 CPU，而且是用最新的一代，啊，是金牌的5218这个型号的 CPU 啊，一颗，然后呢带128G 的内存，然后8×12T 的啊，八乘以。8T 一块的这个硬盘啊，乘以12块，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就是这里的一个配置呢，报价大概是5万块钱啊，5万块钱。那么如果作为计算节点来使用的话呢，其实就是一颗这个5218呢，我们认为还是不够的啊，最好你配2颗5218，因为5218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8线程的啊，28核的，你可以这样认为。那么两颗呢是56核啊，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好一些。然后呢，并且将内存扩到256G，这样的话呢，核数和内存的比呢就基本上是1:4啊。这样一台配下来啊，增配增好以后大概是6万块钱啊。那么像管理节点、工具节点呢就不需要这么多核了啊。通常呢，你可以灵活的选配其他的型号啊，可以先比如说一颗5218。啊，也够了啊，甚至你不需要用5218这么好的 CPU，比如说管理节点啊，因为像什么啊 NameNode 这样的进程啊，其实并不是太吃 CPU 的啊，你用这种啊银牌的什么什么啊服务器还是可以的啊，啊5218应该是16核32线程的啊，这是写着了，那么就是说你如果是两颗的话，总共就是64线程啊，那么内存配256G 的话，正好也是1:4啊，也是1:4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啊，28线程的应该是五二多少？我忘了啊，可能另外一个型号是28线程啊，5218应该是32线程的。那么交换机呢，你可以买这种啊，像一般来说啊，你这边我刚才写的啊，就是千兆或者万兆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千兆的呢一般是我们称之为电的交换机啊，也就是我们插比如说家用的这种网线啊，其实就是电的。
啊，走电口的。那么如果是万兆的交换机呢，就是光的啊，是走光口的，所以它们的口是不一样的。你买的时候呢，要看清楚了啊。像这个交换机呢，是24口万兆的啊，也就是说它的24个口呢，全部是光口啊。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像你这个服务器啊，也要买光网卡啊，要买光网卡才能和这个交换机接到一起。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可以作为这个柜顶的交换机，也就是接入层的一个交换机。像这种比较好的啊，你就可以作为这个汇聚层的这个交换机啊，或者说这个作为这个3层的交换机啊。那么交换机这个东西呢，我再说一句啊，其实这个。这个价格是一个无底洞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次一点的交换机啊，像小马哥在这种比较寒酸的穷酸的企业呢，买这种几千块钱的这个接入层交换机已经可以了啊。那么汇聚层呢，可能就万把块钱啊这样的。那么比较有钱的企业啊，比如说像一些国企啊，他们的单台交换机啊，单台交换机可能会达到1、200万啊，这个价格的这个档次啊，所以交换机呢，你如果买得好呢，是可以做到非常贵的啊，非常贵的。那么像软件这部分啊，我们 CDH 和 CM 呢，目前来说啊，在常用的都有两个大版本，分别呢称之为是5.叉的版本和6.叉的版本。那么5.叉版本的 CDH 啊。最新的CDH 和 CM 啊，它最新的版本号呢都是5.16.2啊，而且5.叉版本它有一个好处呢，它是有免费的 license 的啊，你有一个这个60天的这个试用可选啊，60天的试用可选，并且呢，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是作为这个实验的目的啊，超过60天不付费也没有关系啊，但是理论上来说，你如果用于生产环境的话。选这个免费的 license 是不行的啊，还是要付费的啊。这个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那么6.叉的这个系列呢，最新的版本是6.3.叉啊。但是呢，我们要说回来啊，这个现在6.叉版本的 CDH 呢，这个 license 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这个免费的 license 最高呢，只提供到6.3.2啊。6.3.3以后呢，它只有收费版的 license 啊，没有免费版 license。你即使用于这个实验的目的，也不能选用6.3.3以后的这个版本了啊，包括我刚才说的 CDH 7.叉的版本啊，也就只有收费版的 license 了。那么我们的课程呢，会使用这个6.2.叉版本来进行演示。实际上我们接下去。要部署呢是6.2.1的啊，6.2.1，但是实际生产中呢，其实小马哥更加推荐5.1.6.2，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它相对来说呢比较稳定的啊，第二个呢，其实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用不到哈杜普3.叉的那些新特性啊，所以说这个版本基本上也够用啊，除了你说有一些组件啊，可能它本身的版本号呢就相对来说老一些啊，比较老一些。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你要部署的话，就涉及到这个操作系统的问题。这张操作系统的这个支持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6.2.叉版本的这个 CDH 和 CM，它所支持的，比如说我们通常用Red Hat 或者 CentOS 的话呢，这个六点几的版本和7点几的版本都支持的。但是你如果你的集群上后面要做机器学习的，想装 CDSW 这个套件的话呢，就一定要必须是 CentOS 7。啊，Red Hat 7以上的系统啊，所以我们后面演示呢也是用这个7的系统来做演示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元数据库的选择。CDH 和 CM 支持的元数据库有 MySQL 啊、MariaDB，然后呢 PgSQL 和 Oracle 啊等等。具体的可选用的版本呢，可以参照啊下面的这个链接，你自己去，我把 PPT 给你，你打开来去看一眼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呢会选用 MySQL 啊，那么 MySQL 呢这个我们最后会选的版本呢是5.7.27啊，这个版本呢不算很新啊，因为小马哥很久之前就下好了，所以我也就一直用这个版本。那需要注意的是呢，MySQL 其实最新有8.0八点几的版本啊，那这个8.0以上的版本呢，这个官方的支持里面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的。虽然我自己实验了一下呢。貌似也是可用的啊，但是呢，我没有在
生产环境，元数据库选用过 MySQL 8.0的版本啊，所以推荐大家呢也不要用啊，因为官方也没有说支持啊，也没有说支持。另外还有这个 JDK 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呢，这个不管啊，我们知道 JDK 有两种啊，分别是 Oracle JDK 和 Open JDK 啊，其实呢，它这两个 JDK 啊，都是由这个 Oracle 来维护的，现在啊，只是这个 license 上略有区别。那么目前呢，我们只能选1.8的版本啊。至于这个小版本号的支持呢，你可以参见这个网页。它目前的最新测试呢，这个 Cloudera 这个公司啊，JDK 版本的兼容性测试最新呢是测到8.0.181的这个版本啊，所以我们后面装呢也会装8.0.181的版本啊。其实这个 Oracle 官网上最新应该是8.0.251啊，甚至更高的版本好像都已经放出来了啊。我前几天看是已经有2.5.1版本了，但是2.5.1呢这么高的版本，其实它应该是官方并没有测试过啊，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推荐呢，你其实就下个1.8.1就可以了啊。小马哥呢下的也是1.8.1的。那么接下去呢还有这个角色划分的问题啊。那么角色划分呢，这个针对不同的这个管理节点、工具节点、边缘节点啊，这个我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计算节点占比尽可能高啊，这种辅助性的节点呢，我们尽量啊少配一点啊，因为毕竟这个要节约钱。但是呢，这个非计算节点呢，这个也不是说越多越好啊，而是尽量的要做到合理划分，也就是说让一些负载重的这个进程啊，你不要给它放到一起。那么实际经验就是说生产环境、产线环境的这个真实经验来说呢，一般中大型集群呢，使用5%到10%的节点作为非工作节点啊，并且呢，根据运行进的它的耗不耗 CPU、耗不耗内存啊、吃不吃 IO，以及呢它要不要做 HA 啊等等这些考虑，合理的进行划分啊。通常呢，把这些需要做 HA 的这些进程呢，通常都给它打打散啊，而且呢，主和被呢尽量都不要起在比如说不要把所有的主都放在同一个节点上来起啊，把它打打散。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故障的这个恢复时间。那么最后的呢，一点点呢，是我们这次实验的部署部署规划，这个可能跟大家关系比较密切啊，所以大家这个认真的听一听啊。在硬件部分呢，小马哥演示这次演示呢是使用阿里云来进行部署的。那我们租阿里云的服务器最低的需求是2C8G 的一台，然后呢2C4G 的四台啊，所以一共是五台。那么你如果你怕麻烦，那么推荐你呢就2C8G 的租五台因为实际上呢，这个2C4G 和2C8G 它一台的价格呢只差了一点点只差了几分钱所以呢你怕麻烦包括后面可能那个第二个讲课的穆老师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实战的工程方面的这些东西那可能会部署更多的组件上去。可能会再消耗一些这个内存也说不定所以呢，推荐你呢，要么就直接装直接2C8G 的申请五台就可以了当然申请的时候呢，待会儿我会给大家看的还是你分两波来申请第一波呢先申请一台这一台没问题了，你再申请剩下的四台原因呢待会儿会给大家揭晓的那么我演示呢就用这个2C8G 一台2C4G 乘四台这种方式来演示，那么呢其实呢用本机的你比如说装个虚拟化软件像 VMware 这样软件来虚也是可以的，那么要求呢就是说你这个电脑至少要有16G 内存否则虚不出来的，那么最低配置呢就是2C6G 虚一台，1C1.5G 虚四台，那么总计呢这样就会吃掉你本机已经吃掉12G 内存了。那么你剩下4G 内存，可能干干其他的事情跑跑操作系统啊什么的，你也都是需要的，对吧？那这个配置，这个操作呢，已经非常极限了非常极限了。这个整个集群起来以后呢，相对来说就会卡一些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癖好呢，推荐你还是和我一样去用阿里云来进行实验你如果用这个 VMware 实验呢，最好你有32G 内存然后呢把内存虚的大一些这样是可以的。那么你一旦用了虚拟机或者这个公有云以后呢，网络带宽就不太需要关注了我们后面的实验呢大家注意
会让第一个节点可以访问公网。实际上呢，这个第一个节点呢，就既做跳板机啊，又作为管理节点来进行使用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啊，你在你自己的公司的生产环境来部署集群，又不允许访问公网的话呢，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提供解决方案的啊。事实上呢，我这个部署的方案呢，也是不依赖于公网的啊。会把所有需要的包都会事先的准备好，然后上传上去，用这种方法来安装的啊。那么接下去呢，后半节课啊，今天的后半节课嘛，我们就来演示这个主机环境的准备啊，这个版本选择给大家讲过了，然后呢，下一次的课呢，来正式的来装集群啊，然后装集群的时候呢，我们只装啊 Hadoop Core 的几个组件，以及 Hive、Kube、Zookeeper 和 HBase 啊，然后呢，剩下的一些组件啊，进一步安装的话呢，是留给我们后续的演示和这个实验啊来做。那么也实验集群呢，这个由于总的节点数很少呢，就会有一些啊角色是需要合设的。那这里的角色分配是这样的啊，Hadoop 一也就是这个2和8G 的啊，就最大的这个集群啊，并且是通外啊最大的这个节点，并且是通外网的这个节点呢，我们把 CEM 啊。Name Node、Resource Manager 和 Hue 放上去。那主要呢，就是说 CEM 和 Hue 你一定要放在这个节点，因为只有这个节点是通外网的啊，你才可以看到 CEM 和 Hue 的界面啊，不然呢你是看不到的。接着呢，Hadoop 二、三、四、五这四台节点呢都是不通外网的啊，只有这个内网访问的。那 Hadoop 二上呢放 Secondary Name Node 啊，Hive Server 二和 M 啊，这个 M 是 HBase 的 HMaster 啊。那 Hadoop 三四五呢，全部是一样的，放 Data Node 啊，Node Manager、Zookeeper 和 HBase 的 Region Server 啊，放这四种角色啊。当然了，最后部署起来你会看到啊，这个一二上面啊，这个管理节点上面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个其他的进程啊，是CM 所特有的啊那些杂七杂八的进程。那么主要的进程呢，这个分配我已经列在这边了啊。那好啊，前半部分呢就到这里啊，接下来这个。下半部分啊，我就给大家这个演示，怎么申请这个云服务器啊，然后呢，怎么来做这个主机环境准备。然后你如果有兴趣，和我一起做呢，也可以啊，也可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手比较慢，然后呢，怕错过什么东西的话，你就看我演示，然后你课后再做呢，也可以啊，因为这节课需要操作的东西不多啊，不多的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5分钟，到9:09啊，回来继续讲后半部分的内容。
好，这个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回来了啊？那个接下来我们就啊，我们这次呢，这个部署有其实是有三种环境啊可以选的，分别是腾讯云和阿里云，我们算一种。然后呢，这个亚马逊的EC2 啊，然后呢物理服务器或者说物理服务器等同于你本机的做虚拟机啊，其实也是物理服务器这种方式是等价的啊，这三种都可以选啊，但是我们演示呢只会演示阿里云这种啊，后面两种呢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这个我们介绍怎么申请阿里云主机啊，腾讯云呢申请也类似啊，你第一步呢要去注册一个这个阿里云账号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后面的服务器租用是用按量付费的方式，所以你要先往这个账号中呢充值一定的金额啊，像杰克我也说了一般的你先充100基本上就够了。啊，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因为我这个投屏没有全屏啊，所以不能全屏投，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是不是清楚啊，首先阿里云你这个把它登录啊，登录好啊，我这边已经登录了啊，然后呢你选这个云服务器 ECS。然后呢，这边进来以后呢，你就立即购买啊。立即购买以后呢，你选这个，首先我们点到这个按量付费啊。然后呢，我已经给大家找好了这个最便宜的这个地域是这个华北三张家口的啊，是这个。大家点一下这个，然后可用区呢，你可以指定一个啊，免得你就是两次分配出来的这个机器啊，在两个不同的可用区啊，所以我就选定一个吧啊，选择比如说可用区 C 啊，我先把它选定啊，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先来做第一个节点啊，第一个节点我们会用2C 8G 的这个实例，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啊，应该选这个啊，选通用型 G6 这个啊，选通用型 G6 这个啊，它是3毛5分钱一小时啊，其他的呢都是。都会比较贵，而且那种什么突发型实例我们是不能选的啊，只能选这个通用型这个 G6 啊，选这个。好，然后呢点这个下一步，哎，啊应该还没有啊，啊然后这里是租一台啊，不用改。然后呢这个操作系统呢，我们选 CentOS 的这个7.7啊，选7.7就可以了啊。啊，然后呢，存储呢，我们选这个就选高效云盘40G 啊，这个不用动就可以了。好，这边已经结束了，然后点下一步。啊，下一步这个网络和安全组这里呢，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这个 VPC 和这个组的话呢，你要可能就新建一个啊。那么小马哥呢，因为在很多可用区都已经买过服务器了啊，所以这边呢就直接是有的啊。你如果这两项没有，你可能需要新建啊。然后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第一个节点呢，我们是需要通外网的啊，所以分配公网 IPv4 地址呢，这个你也要选上啊，你也要保持它勾上。这个公网带宽呢，我们要求不高的啊，我们就固定带宽1兆就可以了啊，这样是比较便宜的啊。然后安全组呢，这个。安全组这边，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能也需要新建一个啊，我不确定啊。弹性网卡如果没有，你可能也需要新建一个啊。所以这样选好下来呢，这个价格就变成4毛多一个小时啊。然后再下一步这个系统配置啊，系统配置的地方呢，主要是配这个 root 密码的。那么我们呢不选择密钥对啊，我们用自定义密码。这样的话呢，后面这个。包括管理啊，这个集群安装啊，都方便一点啊。那么，登录密码的这个，你自己命名啊，它会有一些这个密码强度的要求啊。我就随便输了啊。好，然后呢，这个实例名称呢，这边呢，你先把它命名为 Hadoop 一啊。实例名称呢，其实。只是这个后面控制台的一个显示的名称啊，但我们呢还是把它命名成 Hadoop 一。主机名呢，你也把它命名成 Hadoop 一啊。主机名呢，实际上是后面的我们决定了这个，我们最后看到这个 host name 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有关系的。你实例名称不调呢，可能问题还不大啊，但是主机名呢，这个是一定要调的啊。然后这里呢，这一页就应该。
应该好了啊，这里应该好了。然后呢，这个下一步到这个分组设置啊，分组设置里面好像没有需要调的东西，我看一眼啊，标签不需要，资源组部署机啊，这些都不需要啊。然后确认订单啊，这边就应该是可以了啊，就应该是可以了，没有什么东西啊，这儿有一个要勾选要确认的啊。我写确认啊，然后你点创建实例，它应该就会给你开始，创建，然后你返回这个控制台啊，返回管理控制台，这时候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张家口的这个控制台啊，你就会看到这一台机器，已经开始启动了啊。那么启动以后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啊，这个 IP 呢是一个私网的 IP，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局域网 IP 啊。这个 IP 呢是公网 IP 啊，你先把它这个公网 IP 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以后呢，你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Secure CRT 啊，这个东西一个 CRT 软件你还是要有的啊。Secure CRT 里面呢，我们先把建一个 session 啊，用来访问的，host name 是好，这里要输这个 host name 呢是 root，session name 叫 Hadoop。当然后我看看它起完没有啊？现在应该是起完了啊。那我们连接一下，好，这里要输一下 root 密码，然后呢，我们 save 一下啊就可以了啊。好，这个能上来就说明没有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字小不小啊，如果字小的话，大家反馈一下啊。如果这个字小的话，大家反馈一下，我把这个字体调大一些啊，字体调大一些。那这个呢，就是第一台啊，第一台。然后呢，我们再租四台啊，再租四台这个其他的节点。那小马哥这边呢，租这个2核4G 的啊，大家看自己情况啊。如果你愿意租2核8G，那当然更好啊。啊，我们继续点这个创建实例。创建实例呢，人就是华北三张家口的啊，可用区。啊，要和刚才选一样的啊，选一样的可用区，它会告诉你啊，这已经有一台的，你会看到的啊，选这个。那这边呢，选2核，我就选2核4G 啊。你们呢，还是选2核8G？就最好选2核8G，还是选刚才那样的啊。然后呢，我这边呢选这个计算型这个 C6 啊，计算型 C6 呢，它2毛基础是2毛7分钱。一小时啊，刚才呢是3毛5分钱一小时，所以呢只差了8分钱啊，只差了8分钱，所以这个应该来说呢差距不是太大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呢要再开四台啊，所以你这边要输入一个四啊，然后操作系统啊，然后还是选 CentOS 的7.7，高效云盘40G 这都不变啊。好，下一步网络和安全组。然后这边呢，这个因为我们后四台节点啊是不用访问公网的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分配公网 IPv4 地址这个勾掉，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了。那其他的呢都一样啊，其他都一样。然后下一步系统配置，这边仍旧定义密码啊，我建议呢你还是定义成跟刚才第一台一模一样的 root 密码。然后实例名称呢？啊，大家看一下啊。实例名称呢，我们是想这个四台机器啊，分别取 Hadoop 二到二三四五这几个名称啊。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帮助，如何自定义有序实例名称啊。所以呢，你现在就这样就可以了。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啊。Hadoop，你用个方括号，然后二一就可以了啊。它是说从二。Hadoop 二开始，然后呢，实例名称的长度是一位啊，这样的话，因为你一共租了四台，它就会以二三四五这样的顺序去编号了啊。那么主机名也是一样的啊，也是 Hadoop 二一啊，用这个来定义主机名就可以了。然后接下去我看看有没有了啊，在下一步分组设置里面没有任何需要的，然后下一步确认订单啊，这里就应该就可以了，勾选一个服务协议同意。创建实例就可以了，好，这时候他又回到了这个华北三的控制台啊，
好，现在呢，这个我们等它启动啊，等它启动。大家看到呢，就是说这个，这个 IP 啊，私网 IP 的顺序呢，和这个主机名的顺序呢，其实并不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啊，这个呢问题也不大。另外呢，这几台呢都没有公网 IP 啊，所以只能通过这台的公网去访问后面的机器啊。现在呢，这个他们应该是，启动应该是都启起来了。那接下来呢，我就回到 PPT 上给大家继续讲啊，这边都是已经我们操作完了，啊，这个啊，然后我们跳到最后一部分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如果我们是使用物理服务器来部署的话呢，啊，就是运维人员啊，可能不是你啊，可能是你们公司运维人员，首先要 完成主机的上电、磁盘挂载啊、操作系统安装啊等等这些步骤，那这些步骤呢，我们就不说了啊。其实和我们刚才的租阿里云服务器呢是一样的。那么你需要注意的是呢，你如果是在这个物理机上安装呢，你需要执行后面的主机环境准备我这个章节里面的所有的步骤啊，所有的步骤都要执行。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使用公有云主机来安装的呢，只需要执行啊以下步骤中这个标红的步骤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对于非标红的步骤呢，你需要进行一下检验啊，确保它是没有问题的就可以了。好啊，我们来接着看啊。那么第一个步骤呢是自荐镜像啊，或第零个步骤啊，前置步骤是自荐镜像。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步骤呢？小马哥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你自己的机房装的，那你的机房呢有可能是啊不通外网的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这个Cloudera 的它的这些啊集群相关的包啊都是在外国网站的，那么因为我们国内网啊访问这个外国网站速度非常慢。啊，并且呢，有可能在下载的时候，你如果直接去下载呢，是可能会出现断连的啊。所以呢，这个虽然 Cloudera 它的官方文档上推荐的这个安装步骤是直接啊用这个直连外网的方式来安装啊，但是我们不这样装。那么我们采用的方式呢，叫这个自荐镜像的方式啊，是先把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包都下过来，然后呢来进行安装。那么自荐镜像的这个操作步骤呢，只需要在我们通公网的这个节点上，也就是 Hadoop 一上来执行就可以了啊。这个大家明确一下。那么这个如果你是用本机来虚拟的啊，比如说你用 VMware 来虚拟5个节点啊，然后呢你用一个虚拟机这个起来啊，用一个这个，比如说 CentOS 7的这个镜像，其实5个虚拟机啊，那其实呢和你用这个自己机房的方式，物理机部署的方式呢，其实是一样的啊，反而和公有云不一样，你呢也是要执行所有黑体的步骤啊，只有用公有云的同学呢是只要执行这个红色的步骤就可以了。那么自荐镜像这一步呢是大家都要执行的啊，那么这一步呢你需要下载所有的这些文件，那这些文件呢我都给你列在这里了。啊，你只要一个文件去下就可以了，部分文件非常大，你不需要现在就开始做啊，因为这些文件我只是今天列在这里，我们下一节课才会用到啊。今天，你先把后面的步骤执行完，然后再来下这些文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这个 Cloudera 的这个它的这个 Parcels 啊，这些安装包文件提供的网址呢，其实在这里啊。像 CDH6 呢是这个地址啊，像 CM 呢是这个地址，我给大家看一下啊，CM6 啊是这个地址，然后呢 CDH6 和 CM6 呢，我们都是下载6.2.1啊，所以就从这里面进去啊，CDH 的6呢要下载的东西呢都在 Parcels 里面啊，都在这里面的，我已经给你文件挑好了，你不用这里每一个都下的啊，因为它这里呢有ELL6、ELL7 啊，SUSE 的SLES 12分不同的操作系统版本的啊，你不需要都下，你只要下我给你列好的这几个就可以了啊。包括 CM 也是的，CM 的6.2.1的 CM 是在Red Hat 7的这个目录里面的
一步，然后 yum 啊，然后 RPMs 啊，这下面的一部分文件你才需要下啊，并不是其他的全部都需要下来的。所以呢，你只要弄一个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多线程的下载软件啊，因为我是 Mac 的，和大家情况用 Windows 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你用一个多线程的下载软件把这些都下好。另外呢，我们后面课程还涉及到这个 Flink 的安装啊，所以你把 Flink 的 Parcels 啊这四个文件，相关的文件也下好。另外呢，MySQL 是下5.7的啊，MySQL 的这个镜像呢，我们就用国内的搜狐镜像就可以了啊。你可以去访问，你首先呢这个浏览器里访问一下这个地址啊，这个地址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访问一下这个地址，然后在这个地址里面呢，你搜我 PPT 上提供的这几个名字啊，我没有直接放链接出来啊，搜这几个名字，把这几个文件啊下了就可以了，啊，一二三四五啊，一共5个文件，啊，这几个也下了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还有2个文件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还有2个文件呢，我是放在了 JDK。MySQL Connector 这个文件夹里啊，我是这样命名的啊。这里面2个文件呢，一个是 JDK 的8.0.1.8.1，这个我下的是 RPM 啊，因为 RPM 呢相对来说安装比较方便一点啊，我们就用 RPM 来安装。你记得下的时候呢，要下这个 Linux x64 的啊这个版本的。另外呢，还有一个 MySQL Connector Java 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MySQL 的这个连接器，这个东西呢有。你可能会找到其他版本，比如说可能是5.1.47啊，或者5.1.多少的啊。那我直接用5.1.41，因为我有这个版本，直接用也没问题啊。这个架包你也去找一下，在那个 Oracle 的官网上应该也是能下到的啊。你把这两个东西下来，因为这两个东西呢，Oracle 的官网它是需要注册用户名，然后再给你一个地址的啊，所以我没法直接把链接贴上来。啊，这个呢，就你自己去准备。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啊，你也可以这个，比如说你微信上找一下助教啊，然后我把这两个文件呢提供给助教，你们去助教那儿拿也可以啊。记得把这两个也下好哈。然后接下去的步骤呢，啊，接下去的这些步骤呢，我下这里的步骤啊，我下节课再来演示啊。因为把这些文件都放到这个 Hadoop 1的指定目录以后呢，啊，我们要来做。这个自建镜像的操作啊，我们要安装 HTTP 的 D 的服务啊，并且把它run 起来啊，并且呢还要建一些这个什么 IPO 的这些文件啊等等，这些呢我就下节课再演示啊，因为我这个虚拟机和你们一样也是刚刚起来的啊，我也啊放到百度网盘，我目测放到百度网盘你还不如直接下快啊，因为百度网盘你不开会员的话下载是非常慢的。啊，你如果用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下载软件去直接下这些文件，反而快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放到百度网盘的原因啊，就是因为百度网盘，啊，你有会员，别人不一定有呀。啊，会员呢可能会快一些啊，但是呢，和你直接用一个工具下这些啊，速度是差不多的。最大的一个文件呢，可能是这个 CDH 的这个 parcels 啊，这个文件可能是，我看一下，这个文件因为我这里也下好了啊，这个文件是2个 G 啊，2.09个 G，其他的文件都很小啊，都很小，啊都很小啊。好，那个这边我就不下啊，我在下节课之前呢会把这些文件上传上去啊，但是这里的这个自建镜像的步骤我也不会执行，下节课我再来演示一下啊，啊你们现在也可以不用做，但是呢我把步骤都列在这里了啊。那么接下去的所有的步骤呢都在这个所有的机器上来执行啊，所有的5台机器上都要执行。那么这5台机器执行呢，我们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刚才呢登了这个 Hadoop 1这一台啊，只有它是有公网的。那么我们呢这个再开四个呢，我每一个就啊，我直接 SSH 过去啊，但是呢我会按顺序去 SSH 啊，第二台是 Hadoop 2，这样呢直接进。输一下这一台的 root 密码啊，因为我 root 密码都是一样的。好，我就过来了啊。这个命令大家应该会用吧？SSH，然后
你都不用 root at 啊，因为都大家都是 root，然后你输一下这个私网 IP，你查到的 IP 应该是和我不一样的啊，大家不要都照我这个敲啊，和我是不一样的。然后 Hadoop 三，我们看一下 Hadoop 三的私网 IP 是这个，yes，然后输一下密码，好，然后 Hadoop 四，看一下是这个啊。因为你所有的这五台机器啊，都在同一个可用区里面啊，所以，同一个这个 VPC 里面啊，同一个虚拟专用网里面，所以呢，这个是直接可以 SSH 过来的，啊，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前面的租用有一些操作有一些问题的话，比如说你有很多个 VPC 啊，然后呢你选的不一样，那它不在同一个网段里面啊，你就。这样是 SSH 不过来，就可能出现问题了啊！你要保证是可以 SSH 过来的。那么其实安装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安装的教程呢，它会用一个比如说 shell 脚本啊，同时的到可以啊，同时的到这五台机器上去执行命令。那么我们因为台数比较少啊，所以我们就不引进这种骚操作的技术了。那大家呢，在今后在比如说几百台、上千台的这个机群上去安装呢，可能需要一些。脚本啊，或者说这个自动化部署工具的辅助啊，那么我们这次呢不涉及到这些啊复杂的东西啊，免得引入不必要的这个复杂度啊。那么第一步啊，我们用公有云的同学，你就要注意啊，是不需要操作的啊，只有用这个物理机或者用本机虚拟的同学呢需要操作，就是去改一下这个私网的 IP 啊。我们现在的私网 IP 都已经阿里云给我们分配好了啊，私有啊，这些私网 IP 都分配好了。啊，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执行这个步骤的啊，你只要了解一下啊，物理机部署要改这个步骤就可以了。第二步呢是这个修改主机名，如果你在跟我一样操作没有问题啊，在申请公有云的时候就指定好了主机名，那么这一步呢也不需要执行的啊。如果你是物理机部署呢，需要去改主机名 hostname control，然后 set hostname Hadoop 一。啊，然后剩下几台是 Hadoop 二三四五啊，依次排列是这样的。另外呢，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租用阿里云的同学啊，你要小心啊，租用阿里云的同学你要特别小心。如果你在刚才租用的时候没有设置好主机名，也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 SSH 上来看到这里不是 Hadoop 一啊，Hadoop 二这些的话，说明你没有设置好主机名。那么在阿里云上。啊，修改主机名可能，哎，我看看这个，在这里能不能改啊？这里好像，这里好像超，哎，是不是有一些被隐藏掉了？怎么感觉这个界面好小啊？实例设置，应该是停机的话还可以改主机名啊，但是呢。就是说，你第一次没有设置好这个主机名，在阿里云上后面改就非常麻烦啊！你不能用这个名称去改，因为阿里云呢，它有一个自己的 agent 啊，会在每次你主机重启的时候呢，把主机名覆盖成在这边配置里定义的主机名啊，所以你直接用这个命令去修改主机名呢啊，当前你看到是生效的，但是一重启以后就又变回去了啊，就又变回去了。所以呢，推荐你在这个建主机的时候，就直接把主机名指定好，啊，直接在这里如果停机了做某一项操作里，应该也是有修改主机名啊，但是我没试过啊，同学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试一下啊，可能也是能改的啊，当然是要先停机的情况下，那、然后呢，这个第三步，啊，第三步呢是修改这个其实不是应该说是这五台服务器的啊，本机的 DNS 啊，因为呢，我们这个 CDE 去集群部署的时候啊，还是啊，默认的是通过本机的 etc hosts 这个文件去拿其他节点的主机名和 IP 的对应关系的啊，所以你呢必须对每一个节点都去修改啊 etc hosts 的这个文件啊。那么这边呢，我也先啊编辑一个，
然后呢，我一直都粘贴过去啊，这样的话呢方便一些啊。我看一下啊，你也可以和我一样这样来操作啊。比如说第一台是这个，然后呢这个Hadoop 一，这样应该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台我看一下啊，你先把它编辑好啊。第二台是218，218是 Hadoop 二啊。然后呢？Hadoop 三，我看一下啊，是219。然后 Hadoop 四是221，啊，然后最后一台应该是220啊，Hadoop 五啊，然后你先把这个编辑好，编辑好了以后呢，你去每一台机器上啊执行。vi 杠 etc host，这个命令大家有没有反馈看不清楚的？看不清楚，我可以把字体，下次把字体调大一些啊，应该看得清楚是吧？然后呢，你把这一行删掉啊，删掉以后你把新的复制进去，然后 wq 啊，这个啊，我这边执行的 wq 啊，那个这边有点遮挡啊，没关系啊。那个 vi 的命令大家应该都会用吧？哦，我估计应该是会用的啊。然后呢，这个 vi 杠 etc 啊，这台也一样，把旧的删掉啊，旧的删掉就可以了。然后把新的贴进去。啊，错了啊。好，这个 VI 应该大家都会用吧？哈，这个如果你不会用的话，这个Linux 的前置课程还得再看一看啊。我这边就具体的一个命令啊什么，我都不讲了啊，我就直接操作了啊。然后这样改好以后呢，我再比如第一台上 ping 一下 Hadoop 五试试啊。啊，现在可以 ping 通了，就说明呢，我们这个本机的这个 host 已经生效了啊，并且你可以比如说到五上去 ping Hadoop 一啊，ping ping 看啊，也是 ping 通的啊，这就说明是没有问题的啊。这部主机名啊修改，大家啊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接下来这一步呢是将虚拟内存交换设为最小，但不禁用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去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确认一下，这一步呢是要用阿里云的同学不需要做的啊，我们看一下，我清一下屏啊，在阿里云里面呢，它有一项 vm 点 swapness 等于零啊，这就行了啊，你确认到有这项就行了啊，如果你租的其他的云服务器 vm 点 swapness 等于一啊，也可以，那么我们。如果是用物理机部署呢，推荐你执行这个命令啊，把 vm 点 swapness 等于一加到这个配置里面去，使它生效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用物理机，这个把这个配成一呢？是这样的啊，我这边因为今天步骤比较少，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啊。因为呢，一般物理机啊，我们会起一定的这个啊。用一定的磁盘空间来作为这个虚拟内存，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当你这个机器物理内存溢出啊，发生 OOM 的时候，你不会有进程马上被杀掉啊，马上被杀掉，而是呢，这个 VM 点 swapness 等于一，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尽量去使用物理内存，而不要使用虚拟内存，只有在物理内存实在不够的时候，再考虑使用虚拟内存啊，也就是把虚拟内存的交换设为最小。那这个配置呢，对物理机来说啊，是你可以这样配，但是阿里云呢，啊，它因为它的本地盘直接就是啊，称之为云盘，所以它的云盘速度相对来说啊，IO 是比较低，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它阿里云直接就啊不允许大家使用虚拟内存啊，所以它直接就把 VM 点 swapness 这个参数值配成零了啊，也不啊你也做不了虚拟内存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
这一项啊，在阿里云上你确认一下这个配置，已经是这个就可以了啊。我不确定你如果使用其他的，比如说腾讯云或者百度云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你可以自己去确认一下啊。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补充一下啊，就是说，我 PPT 里呢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所有的命令啊，大家没有问题吧啊？我在 PPT 里呢给大家提供了所有的命令，你呢可以把这个命令粘出来直接运行，但是我建议你呢还是把这个命令先粘出来以后啊，放到像 Ultra Editor 的这样一个文本编辑器里面先贴进去看一下，然后呢再往这里面贴。啊，再往控制台里面贴。那为什么这样呢？啊，是因为微软的 Office 的这个东西啊，它脾气啊比较古怪啊，不管是 Word 还是 PowerPoint 啊，它会把类似像啊双引号啊，以及呢我们有时候用的单引号这种东西，它会不自觉的啊，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由英文的半角给你转化成全角啊，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啊，看到这个 PPT 里这个命令明明是对的，你贴出来以后直接往这个命令行里贴呢，你会发现啊，这个符号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符号啊，可能变成中文的符号啊，或者变成其他奇怪的符号啊，单引号也会存在这种问题，双引号啊也容易存在问题啊，分号也有可能啊，所以呢，这种命令你在贴出来的时候呢，你尽量呢要小心一些啊，尤其是从 PPT 里。这样的贴出来的时候呢，你最好呢是像我一样啊，先放到一个这个文本的纯文本的这个文档里面啊，先看一下。那像我这边呢，把所有的步骤啊，其实都在纯文本里面都这个存了一份的啊。我待会儿呢会直接拷贝这里面的东西啊，不会拷贝 PPT 里的。你要拷贝我 PPT 里的东西呢，你就要小心一些啊。好，这个虚拟内存这步啊，我们确认了就可以了。第五步呢是关闭透明大页啊，这一步是标红的，这个所有的同学都要执行。那么执行很快啊，我先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关闭透明大页这个东西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要解释为什么要关闭透明大页呢？首先就要解释几个概念啊，第一个概念呢是页啊，第二个概念是大页，第三个概念呢是透明大页啊，第四个才是为什么要关闭透明大页。那么什么叫页呢？你如果看过我的这个 Linux 或者操作系统的前置课程，你就会知道啊，我们操作系统其实呢分配物理内存啊，它都不是直接的分配物理内存，而是在物理内存上啊有一层包装啊，有一层包装，通过断页这样的方式来分配物理内存的啊。所以你看到，比如说你一个地址其实是对一个内存地址啊，对应的是。操作系统它所管理的内存的地址，这个地址有可能是真正的物理内存地址，也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这个虚拟内存，帮你虚拟出来虚拟内存的地址啊，不一定的。所以这个内存呢，都是由操作系统去负责分配的。操作系统分配内存的方式就是通过页的方式去分配啊，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为什么要有大页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啊，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个程序，每次只申请 1KB 的内存啊，每次只申请 1KB 的内存，那么你呢就会发现，每申请一次内存所需要的时间都会比较长，因为由操作系统去向物理内存来申请一段内存，这个系统调用呢还是比较慢的啊，比较慢的。那么怎么能使这个？过程快一点呢，这个很简单啊，就是通过大页这样的方式，操作系统先统一的啊，把这个大的页面申请下来啊，申请下来，然后呢，你每次从比较大的页面里面划一块给你用，这样由操作系统直接给你分配它已经管理好、申请好的大的页面，这样的话呢，你即使是 1KB 1KB 来使用这个内存，都会啊感觉非常的快。这个就是因为操作系统在里面啊，已经把啊很大的页面啊都已经申请下来管理好了，这个就是大页的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要用透明大页呢？啊，所谓透明大页呢，就是说你程序啊不需要去调用操作系统的聚丙来向大页来申请内存，而是呢能够直接的啊来使用内存。
这种技术呢，就叫做透明大业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你使用内存呢，能够更加的申请内存能够更加的快啊，就是透明大业，不需要走系统调用啊，系统调用都已经由啊底下的操作系统这一层啊替你完成了啊，来替你申请好了，这个就叫透明大业啊。那么为什么要关闭透明大业呢？啊，这个呢，就是因为啊，在操作系统替我们来申请这个页的情况下，会导致有一些非常消耗内存的程序啊，它反而对它的内存管理的这个性能来产生影响。就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说数据库啊，比如说你如果是做过 DBA 的，你去看 Oracle 的数据库的文档，它就会明确的告诉你要关闭透明大业啊。那么 Hadoop 其实在部署的过程中啊，可能社区版的Hadoop 的部署过程中啊，没有明确的说要关闭透明大业，但是呢，在 CDH 这个版本啊，它因为是比较啊偏重于这个性能的啊，出于性能的考虑啊，也是建议你把透明大业关闭掉，由 Java 代码啊以及我们的这个 C 加加啊，我上节课说了 C 加加啊可以Java 通过这个系统调用啊来是由 C 加加来申请对外内存啊，以这种方式自己去管理内存，对于这个消耗内存特别大的进程，比如说像 Nimnode 啊，以及啊其他的 HMaster 啊等等这样的进程呢，反而会这个啊申请和使用内存的速度会快一些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闭透明大业的这个原因啊。那这个关闭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啊，我们呢首先去啊改一下这个文件啊，注意这个也是在五台机器上都要操作的啊。我们呢，先把这个 VI 啊，你可以都粘进去敲好，然后呢，把后面的这一段啊敲过来啊，注意有这个，它其实是一段这个 shell 脚本啊，里面呢会做一些检测啊，检测某一个系统的变量存不存在啊，如果存在的话呢，就把它啊用 never 把它覆盖掉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大家呢啊可以不特别的关注这个东西呢，你把它插在这个的后面。插在这个后面，然后保存退出就可以了啊。然后剩下几台也依次的都执行一下。啊，这执行完了以后呢，最后还有一步呢，是要对这个 etc/rc 点 local 这个文件给它啊加上这个执行权限。这样的话呢，当我们系统重启了以后啊，其实现在这个透明大业关闭还并没有生效，这个只是在这个rc 点 local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啊，把这一段自动执行的代码给它加上去了。真正执行呢，是要到下一次重启主机的时候才会执行啊。那么为了重启主机的时候，它能够执行呢，你就要去执行一句这个 changemod 加叉啊，把这个文件的执行权限给它附上啊，因为很奇怪啊，默认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的。哎，我这边贴错了啊，贴错了，没有复制成功啊，把这个复制一下。好，也是同样的这个五台都执行一下啊。好了啊，那这个关闭透明大业啊，这个执行完以后，之后重启以后就会生效啊，现在还没有生效。下一个呢是这个关闭 SE Linux 啊，我们现在在使用阿里云的同学不需要啊，我们只需要去确认一下啊，比如说我们 cat 一下这个文件看一下。啊，你如果看到 SE Linux 等于 disable 的这一行啊，就没有问题，说明 SE Linux 是关闭的。那么 SE Linux 呢，其实是这个啊，我在这个 Linux 课程中也讲过啊，是为了 Linux 安全服务的啊。那么我们在 CDH 集群部署的时候呢，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不需要这个东西，它你这个东西开启着，反而会让很多进程啊执行的时候出现啊，比如说没有情况分配资源啊，没有情况调用啊，这样的
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统一的都会把 SE Linux 给它关闭掉啊，我们不需要这个操作系统级别的这个进程安全这个服务，所以就把它关闭掉啊。那你如果使用物理机的话，Santos 装 Santos 的同学呢，这一步也是要执行的。那么第七步呢是这个禁用防火墙。那么使用公有云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啊，但是公有云呢，你需要做一下额外的事情，我们呢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 CTL，啊，我们看一下公有云上呢，其实 System Control 你敲一下 Status Firewall D 这个命令啊，它这个防火墙这个进程目前是 Inactive，也就是 Dead 的啊，就是说明这个 Firewall D 这个服务它默认就是已经给你关掉了，所以我们阿里云上啊也是不需要执行这步操作的啊。那么租用其他云的同学呢，你去确认一下啊，Firewall D 这个服务是不是关了？没有关的，你就把它 disable 掉啊。使用物理机的同学呢，这不需要执行的。但问题是呢，就是说啊，使用公有云的话呢，这个通常来说呢，这个主机层面的啊，操作系统层面的这个 Firewall D 的服务是关掉的。但是呢，公有云呢有一个选项呢叫安全组啊，安全组像阿里云的安全组呢，在这个网络与安全里面啊。这里有个安全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安全组呢啊，我们刚才这个起服务器的时候呢，已经选了这个安全组，所以这个安全组下面啊，你会看到有五个实例啊，就是我们刚起的实例。那这个安全组是为了什么呢？它就是为了来啊控制啊控制你的这个啊这个组下所有机器它的网络的连通性的。那你点一下这个配置规则啊。你就会看到呢，它现在有几条规则啊，像这一条啊，这条你应该是看不到，是小马哥加的啊，这一条也是看不到，应该是小马哥加的。那么你之前这个能够看到的呢，应该就是下面几条啊，允许22啊，允许22，而且这条3389你可能进来的时候啊，刚第一次进这个安全组的时候看到也是允许的。你呢可以把它编辑一下啊，把它改成禁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开3389这个端口。然后你如果要添加一条规则啊，比如说我们后面呢这个为了这个 Hadoop 集群，像7180这个端口呢是 CM 使用的端口，那8888和8889呢是Hill 使用的端口啊。你如果比如说要增加一个7180的端口呢，你这边可以点一下啊，手动添加。然后呢，你这个这边选允许啊，然后呢，这个优先级呢，你选一就可以了。这位选 TCP，然后端口范围呢，你就这样写啊，7180-7180啊，然后源你就选0.0.0.0，选这个就可以了，表示任何目标过来的源都允许访问7180端口。然后选了以后保存就可以了啊，保存就可以了。我现在因为增加了7180这个端口，所以我就啊不再操作了。那么还要增加一条呢，就是8888-8889这个端口啊，这个意思呢是把8888和8889这两个端口都放通啊。这一组端口呢是供 Hill 使用的啊，供 Hill 使用的。这个是你这个安全组啊，租用阿里云的同学安全组要操作一下。那你使用其他语言的话呢，你这个也要操作一下啊。那后面呢，我们可能还会使用到其他的端口。那么我们到时候发现不通的时候啊，再到这个地方来配，再把它放通。那么接下来呢，就重启主机啊就可以了啊。这五台主机重启呢，我们都回到这个实例里面啊，全部选上，然后呢选重启啊。把这五台主机都重启掉啊，这样呢，它这个刚才我们做的一些配置啊，比如说像这个，透明大业的配置啊，它就会生效了。接下来主机重启完以后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呢是配置 Crony 服务，这个呢是一个时钟同步方案啊，曾经呢，在这个 Santos 6以前的操作系统中呢，称之为 NTP 服务啊，现在呢称之为 Crony 服务啊。使用公有云也不需要啊，使用私有云的话呢，你自己改一下。一般呢，你如果不通公网的话，就指向你公司内网的 NTP 服务器就可以了啊。那么还有一步呢是
用公有云的同学也不需要啊，因为我们现在公有云呢都是使用阿里的自己的云盘。那你如果是使用物理机的呢，你这一步呢推荐你做一下修改，就是你在所有的数据盘的挂载节点后面啊，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挂载方式的这项是 defaults 啊，defaults，推荐你呢在这个 defaults 后面加一个逗号，然后写 no atime，这个呢是为了啊让这个磁盘的啊。不要每次 access 啊，每次存取文件的时候都记录一个磁盘的这个文件的最后存取时间啊，不记录这个东西，所以叫 no atime，这样呢可以略微的提高这个磁盘的访问性能。下面呢就是我一个生产集群这个配好的这个磁盘挂载图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挂了12块盘啊，对应是12个指过来的12个目录，然后它的这个文件格式是 EXT4 的啊。EXT4 的不是 XFS，但是在 defaults 后面呢，我都加了 no atime 啊，no atime，在生产上这也不是要做的啊。现在我们使用公有云不需要。第11步呢，就是这个安装 JDK 的1.8了啊。那么在安装 JDK 1.8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到 Hadoop 一上去把这个文件这个分发一下啊，分发一下呢，这个我就直接拷贝这里的命令了。啊，通过 SCP 这个目录啊，这步还不能做啊，我搞错了啊，还不能做啊，我先要把我本机的那个东西放上去啊，本机放上去呢，你用一个这个 SFTP 的软件啊，我傻掉了啊，SFTP 的软件，然后呢，你这边公网的 IP 地址拷贝一下，然后呢，来这边啊，新建一个 SFTP 啊，我这个工具是这样的啊，你可能操作和我不一样。然后呢，这个 username 是 root 啊，password 你自己输一下，然后 save 一下啊，那这个就是我最新的啊，然后我连接一下，啊，进来呢就是我这个root 目录，然后我把刚才的 JDK MySQL Connect 啊，你把这两个文件下好以后，放在这个目录里面，整个拖过去啊，让它上传。然后上传完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去这个 Hadoop 一上去分发这个文件到剩下的几台节点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把剩下的几个主机我先登好啊。我现在可以 SSH Hadoop 2了，因为我这个主机名已经改完了啊。好，这个呢，我们 SSH Hadoop 3。其实有一个稍微快一点的方法呢，是你在 Hadoop 一上做 root 到这几台的免密啊。但是因为我们后面的几台，使用频次很低啊，基本上今天操作过以后，后面就不会登这个来操作了啊。所以免密呢，我也就没有做啊。Hadoop 5啊。好了，看一下5、4、3、2、1啊，然后呢，我这个文件已经上传好了啊，上传到 Hadoop 1的 root 加目录下，我就可以来啊分发了。啊，这个还是要输一下密码。好，然后呢，分发 Hadoop 3的。好，我们去任何一台上看一下啊，这个 root 的加目录下应该也有这个文件夹了啊，数据已经分发过来了。那么我们呢就可以这个来装这个 JDK 了啊。那么在 Hadoop 1到5上，我们都执行以下的这个命令啊。我们先复制这个吧啊。没有复制过来。好，我们每一台上都贴一下啊，让它去装 JDK。JDK 呢，这个
安装还是比较快的啊，因为我们是 RPM 的这个文件，所以也不需要解压啊，直接这个用这个敲一下安装的命令啊，就装完了啊，这边 complete 就已经装完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还需要去改一个这个 Java Home 啊。Java Home 呢，也是在 Jaml 下的 bash profile 这个隐藏文件啊，这个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啊。在这个 bash profile 下面呢，每个都增加一行啊，export Java Home，那我们就直接加了啊。好，这样完了以后呢，你这个，还需要把这个文件 source 一下，让它生效。好，我想想，现在你 which Java 看，which Java 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啊，这个 Java 呢就是引用的 user bin Java 这个地址，然后你 Java 杠杠 version。Java 杠 version 啊，看一下呢，就是1.8.0.181啊，就说明这个 Java 这个命令已经装好了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还要启用一个 JCE 的这个无限制策略啊，这个呢是为了后面我们演示这个 Kubernetes 来使用的啊。Kubernetes 你如果不用呢，这个不改这个也无所谓啊，因为我后面需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Kubernetes 啊，那么我就先把这个东西。把它执行掉啊，这个呢是，修改一下这个安装目录下的这个 security 这个配置文件，就可以了。那么对151之前的这个 JDK 版本呢，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181呢，只需要把这个配置文件这个注释就打开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搜索一下这一行，好，在这里啊。就是把这个配置啊，把它前面的井号去掉啊，这一行配置把它前面井号去掉，保存退出就可以了。啊，其他的几个我们也都执行一下啊，每一台都需要执行一下啊。直接搜索这个就可以了啊，搜索这个搜索到的第二个就是啊。啊，就是这一行，它去掉。好。啊，接下去还剩最后一步啊，最后一步也是所有同学都需要操作的啊。这个呢，就是把这个 MySQL Connect 的这个文件啊，我们称之为安装 MySQL Connect 的，其实呢，只是把它复制到指定的位置，然后呢，建一个软链就可以了。那这个命令呢，我也直接贴了啊，大家也可以直接贴啊，是没有问题的。每台上都要执行一下啊，这个命令呢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呢，后面啊有一些我们的 Java 程序啊，比如说像 CM 这样的程序啊，要访问这个 MySQL 的数据库，那这个就可以用这个连接器来访问啊，就搞定了。那接下来呢就没有了啊，所有的这个主机环境准备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这些操作都做完以后啊，做完以后呢，你可以把这几个实例停掉啊。那么实例停掉呢？我看一下啊，这个
阿里云呢是支持这个停机不收费的啊，我看一下停机不收费在有个配置在哪里的啊？因为这个界面和我刚才因为我缩放过来有点不一样啊，这个呢应该在啊不是这里啊，看一下啊，它有一个停机不收费的这个配置啊，之前是在这个地方的，被我缩放掉以后，这个找不到了啊。导出资源列表，自定义列表项啊，不是。我看一下啊，这个比较难找，搜一下停机不收费。它这里有点说明啊，就是停机不收费呢，它其实这个主机租用的费用它是不收了，但是呢，这个存储的费用，包括带宽的费用还是收的啊，所以能给大家节约一部分钱，节约一部分钱。停机不收费啊，我看是从哪里进，这个入口埋藏得很深啊。在这个概览页面的常用功能区域，概览页面的常用功能区域，哎，我这个东西都变掉了。哦，在这里，我找到了，在这个啊，应该是在这个用户设置这儿啊，用户设置这儿，然后呢，有一个 VPC 内停机不收费。啊，默认这个应该是关掉的。你把这个东西点成绿色，把它起起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你去这个实例这个地方啊，你把这五个实例全部一选啊，全部一选以后呢，你这里把它停止，停止的以后呢，你看啊，这里它会有这个停止模式，是停止后啊，你开了停机不收费，它就默认会选到这个啊，选到这个停机不收费，然后你。确定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待会儿主机关闭掉以后呢，就不收你这个主机租用的费用啊，只会收，那个第一台机1兆的这个带宽费啊，这个很低。然后呢，还有这几台主机的这个40G 云盘的这个存储费用，所以加起来呢，可能1个小时，你这样这个停机以后1个小时，可能就只要付几分钱就可以了啊，所以还是比较便宜的。好，那这一节课这个。该操作、该演示的东西呢，都演示完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的话呢，接下去可以提问一下啊。没有问题呢，大家记得就是自己如果你没有不是跟着我做的啊，就我建议你后面呢还是不要跟着我做，就看我先做一遍，然后呢对照我这个 PPT 去做，然后这些事情做完以后呢包括小马哥接下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把这些文件都下好啊，把这些文件都下好，然后放到这个你传到第一台机器上啊，传到第一台机器上，你传到 root 加 move 下就可以啊，把它先放上来啊。放上来的时候呢，你最好是分这几个文件夹来放的啊，分文件夹来放啊，不要单个文件这个一股脑的都堆上来啊。另外，下次启动的时候软件要重新安装啊，不需要。但是呢，你下次启动的时候有一个东西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说，这个第一台机器 Hadoop 一这台机器啊，我们刚才小马哥这里的公网 IP 是什么39点多少啊？你会发现下次启动起来以后啊，Hadoop 一下次启动起来以后，公网 IP 很可能是会变的啊，有可能不变，但是很可能是会变的。那么公网 IP 变了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用之前。比如说我 CRT 里面配好的一个东西去连啊，你发现连不上了啊，你就会知道，你就应该知道啊，是它的公网 IP 发生变化了。那这时候呢，你就需要把这个东西啊，去这个 edit 一下啊，把它里面的这个啊，这个公网的这个 IP 给它替换掉啊，换成最新的啊。基本上你隔一天去重启的话呢，它公网 IP 一般来说呢就已经变掉了啊，已经变掉了。那么在下一节课呢，我们是这个下周
下周二啊，在下周二之前呢，需要大家把5台机器都租用好啊，然后呢把这个主机环境准备好，然后呢把这些该下载文件都下载好，然后呢放到这个Hadoop 一这台机器上去啊。你如果后面的这个自荐镜像的这部分操作你愿意做啊，你对照我的 PPT 上做掉啊也没有问题啊。那么这部分下节课呢，我还是会重新再演示一下的啊，重新再演示一下。好，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问我，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先今天先到这里啊，先下课。然后呢，PPT 我会课后我就会提供给助教老师，然后呢，大家可以问助教老师去要啊。如果你JDK 这个181和这个MySQL Connect 实在下不到啊，你也可以跟助教老师说一声啊，我后面再这个发给他啊，让他再转给你啊，尽量的，大家因为只有2天时间了嘛啊，大家，这个而且明天是要上班的啊，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去做一做这个事情啊，应该是很快的啊，应该是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这个东西都搞定的啊，然后在下节课上课之前呢，大家可以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啊，当然下节课上课仍旧是以我演示为主啊，大家，看着就行了啊，然后课后呢，我仍旧会把材料都提供给大家，然后你们去照着材料啊，自己把集群整好就可以啊。那今天的课程啊，就先到这里啊，有问题大家可以再去问助教老师啊，我都会解答。好，谢谢大家。